Hello， 大家好，去珠江边，去沿江路，我前面隐约见到个解放大桥。呢个新堤三望路前面，面嗰橛过咗长堤大马路又海珠南嘅。我以前我唔知道，我以为呢一橛都系叫海珠南，唔系呢一段仔嗰几廿米就叫新堤三马路。我今日就拍嚟佢呢边海珠南呢一橛。海珠南長堤大馬路咩果欄嗰啲嗰邊叫咩果欄上街嗰啲，又靠下愛群個旋轉餐廳。頭先喺嗰邊馬路經過，見到佢有間屋都幾靚，可以揾間行呢邊馬路拍過去先。啊，長堤大馬路呢？为了海珠南农场在大马路交界，叫海珠南开始，后面嗰叫新堤三马路后面。我见到个油桶，海珠南呢啲都系同一德路。全部都是海美街，有个內陽台咁。我呢栋楼呢度都几高啊！咁、那个年代好少有啲咁高啊！咁啊，私人起啊，你话爱群啊，南方大厦嗰啲啊，梗系冇得讲。呢啲咧，有钱人。哇！呢个海珠南呢个弯位。呢度58个人。
呢度啲呢一邊啲啲名團號叫咩行咩行，哇！好好傳統嘅海味啲鋪頭名。我諗起啊，五豐行賣豬肉牛肉嗰條。嗰陣時聽我阿媽講，佢哋唔知我阿公咁嘅，都有以前都有個五鳳行嘅股票。哦，前面嗰個地鐵站口。个地铁工地口，盐亭东街。而家年尾啊，睇下唔知会生意好啲。你仲系麻石路。哎，你好，今天怎么样？去咗先，都要。哎呀！我去完廁所。连珠街，哇！呢度已经系先师街，以前嘅先师。系佢哋新起咁搭，之前就冇。
東亞大酒店。灯光有余，以前唔知叫咩幼儿园啊，而家啲教育呢度集团啊，全部叫，所以灯光咧由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都有嘅。哎呀，我先试一行。我呢度盈珠街，做吉德路331号幼儿园正门。我隔篱呢栋叫海中堡。
漢中堡係好大嘅海美市商場咯，唔好叫。上面嘅住宅。哦，而家呢度右邊開始賣文具批發。我而家德路好多一攔一攔都係啲批發市場。左邊海美，右邊文具。叫新怡苑啊，原來。廣濟新街，街鋪嗰個地面都換咗曬，啲麻石都冇。叫迎祥新街。對面個望江豪宅，以前有間漁民新村，而家唔知仲有冇。
廣東大酒店。有個郵局，仲有信寄，有人願同信寄一齊喺度。呢個博啲街巷咁多都係咁樣南北走向，由長堤大馬路穿到去一德路。賓興一巷。賓興巷，樂安新街，樂安里，我呢邊又到啲零食啦。幫人釘木架，樂安新街。